大家好，我叫余文秀，坐我隔壁的叫做达海，右手边叫做艾斯。Hello， 各位来自草地上的朋友，大家好。然后我们现在这个草地上正在有表演，然后是秀曼与艾斯还有达海老师的不插电表演。然后如果你们可以站在草地上聆听，然后如果你喜欢他们的表演，我们前面有这边有赞美箱，可以将你各式各样的鼓励投入赞美箱。啊，我左手边这边有铁花霸，如果你口渴的话，也可以致我们铁花霸低消100块，谢谢。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温岚的《祝我生日快乐》，算，时间。
接下来带来张惠妹，台东的一个非常传奇的歌手，也是我的偶像。那这首歌是张惠妹的《真实》，希望大家也会喜欢这首歌，谢谢。
谢谢。那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台东，哎，没有，台湾的天团五月天，I love you, 宝宝。
自己想要挑战的一首歌。好，唱那么多歌都没有好好介绍自己一下。哦，余文秀呢，其实他今天唱完歌之后，他就要赶去台北比赛，因为他最近很积极的参加一些歌唱比赛，相信如果他努力一点，以后搞不好就可以看到他出专辑。希望大家在这边呢，能够给大家给余文秀多多的鼓励。他现在就还是有点紧张了，虽然说他今天是唱来铁花村唱第二次，对吧？还是有点小小的紧张。